他想忘了我，是因为墨渊，墨渊等你，等你忘记墨渊，真心爱上我。帝君已经下旨，明日就要请醒他。我在这儿。现在我怎么做？李渊，原来是你，我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。什么？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，我不该慌，我该静观其变，再看看怎么击退他。你这双眼睛。 生的倒是不错，搜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。